启禀皇上，梨园高大人十万火急，请求赐见。他，十万火急。传。扎。传狄大人。是关于春喜的吗？皇上吉祥。什么事儿？十万火急啊？岑九放人。春喜。正是。办得好。有意思，哎，偷个空来太行山玩吧。啊，我会的。我想过了。这趟来，能认得你，不亏这趟。希望纪云还有。案子未了，死罪还在，人在江湖，就像瓦罐在井口。老天保佑。岑九哪天上了法场，你就算知道了，也不要为我难过。不会的，我会为你烧香。不用了，我哪经得起香火啊。师爷说过四个字。哦。生计死归。20年后。你又是一条好汉。再做朋友了。九爷，保重。九爷，你也保重。出了宫。若是婚嫁，别忘了给岑九一张喜帖。九爷，顺顺当当，步步得意。九爷，走吧。九爷，走吧。太行山，半天高，汝在云里瞧不着。起河南绕着跑，过路县界才算了。分河东，结石西。九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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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在山头看云低。九爷，
顺着道好好骑，歪七竖八把路迷。九爷，九爷，山头里不平静，豺狼冒大虎鹰，有汉子在绿林玩棍玩刀还玩命。回去吧。于死地吗？皇上，我们只是死地求生。顺顺当当，步步得意。九爷，走吧。九爷，走吧。九爷，九爷，太行山半天高，汝在云里瞧不着，起河南绕着跑，过路县界才算了，分河东结石西。九爷，九爷，九爷，皇上该起了。春喜呢？哦，春喜，答应在。万岁爷吉祥，万岁爷早。你回来真好。万岁爷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好吗？哎，你胡说什么？错了错了，万岁爷，我还没好好的庆贺你回来呢。万岁爷，奴才正要祝贺万岁爷吉祥如初呢。好，我跟宝柱啊请过了猪脚面线嘞。不，春晓他们那一帮答应每天请我吃饭，这几天我都快吃胖了呢。
很多人关心你，得空你去四处转转。转转？嗯，金无珍已经住进藻云轩去了，有空嘛去熟悉熟悉。万岁爷，答应正在想，万岁爷没讲，我还不敢讲呢。他好吗？我是说曾九。九爷好。哎，好就好，好就好了。哎，为什么还不回太行山呢？九爷在等。等？嗯，等尘埃落定吧。啊，小爷、师爷还有小瓜，他们都好，对答应也好。他真的应该回太行山的，皇上说过，没有曾九，没有你，就没有办法落案。如今你已经回来了，就只剩下他一个了。不过他不能落到皇上手里，到皇上手里就只有死。姑娘，你怎么看的？他不能叫官府弄到手里，这桩案他全为了我，整个太行山全都是为了我。多大的报应落到我头上，真是应该的。但是他只为了我这个朋友，我这么个朋友。九爷对您岂止是朋友？朋友有时候都可以生死相与，有时候也是可以默齿不忘的。说得好。也有人说夫妻兄弟未必好过朋友，也有人说皇上有天下臣民，有三宫六院，可是未必有朋友。有，皇上有，这话我要说。至少春喜贾六宝柱三个奴才是啊。哦，有。有，至少春喜贾六宝柱三个可以当做朋友，看作朋友。好奴才，好主子。这话有罪。嗯，无珍姑娘，我想说。什么？朋友有时候不是磕定一个，为这个朋友能效力办事，为那个也可以，只是不能害了一个，伤了一个，好了一个，坏了一个。春喜，好大的胆子，把姑娘当朋友。啊，春喜，我能告诉九爷什么吗？我想他回山上，回山上，我想他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春喜为你带到。